一边可以让我们心情好，一边可以让我们感到喜气，提高喜气吸取。工作忙碌一个年，只要一两个礼拜旅游，可以一起诗意和庆典，带来很多力气和回来。一般生活更有动力，当不要因为旅游而花了很多景点，见多住院认真贵一点的地方，减少住你住的旁边，身体也不错。旅游重要的目的在于人格快乐，而不在钱花的多少，还是别人的看法。我想旅游是一个人旅游的新冠爱好。谢谢大家聆听。